对啊，就是人挺多的。哦，这个等你们等一会儿，你们先等会儿。在这儿等，在这儿哪儿冷？在这边会儿。太可爱了，真的挺可爱的。我都问他能不能 take a selfie， 应该是不能。听到人了？嗯，对，听到人了。凡凡，你真的不吃辣条吗？我专门给你带的。真的不吃辣条？什么是辣条啊？真的吗？怀念中国味道吗？还好。专门给你带的。还好。到 LA 好好休息啊。好呀。一年工作都是我叫。一年工作这么忙，难得休息几天。温哥华粉丝给你带来的困扰，不好意思。没有，没什么困扰。对不起，太严酸了。听说你要去 NBA 好好打，嗯，你用颜值打爆他们，用颜值刷爆他们，就直接说你们谁跟我谁比我帅，出来跟我打，用就是颜值球技两个加在一起，还要靠才华，说你们谁比我们有才，哎，对不对？好，了解了解了解。哎呀，太早了，太早了。是啊，都逛一会儿吧。好，那你刷给我。我休息一会儿吧。我现在睡得很，睡饱了已经。睡饱了。吃点，多吃点，别瘦着了。变了，跟以前不一样了。是吗？可能是专门为你变的。为你改变的。专门为你变的。我们想笑就笑吧。International， 国际影响力。